今天拜登宣誓就职川普，坐着最后一次的免费的飞机回到了自己的新家佛州。拜登是否能够管理好美国，这也是个问号。原因很简单，拜登接管的新美国是一个严重分裂的美国。是一个经历了川普折腾了4年之后的美国，美国国内的分裂本质上代表了美国国内存在的一系列的政治矛盾、经济矛盾、阶级矛盾、民族矛盾、宗教矛盾，以及美国在整个国力下降过程中所做出的一些疯狂的举动。当然，这个疯狂举动中最重要的就是挑衅中国啊，把中国作为真正的一个敌。